中国江苏昆山市日前举办时光演唱会，主打江韶涵、王心凌和李健三人会带来超过两小时演出。未料当天王心凌和江韶涵都只唱了四首歌，李健则唱了七首，其余过半的时间都由不知名的歌手和乐团撑场，歌迷没看到想看的歌手还淋雨三小时，加上现场设备状况不断，种种原因让全场观众抱起要求退票。虽然主办狂出包，加上大雨扰局，但王心凌在雨中仍热力唱跳。睫毛画，我眼睛眨啊眨，不说那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烈晚团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画，我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陪我好好玩。爱问那风吹吹什么，吹一见钟情的人。虽然身体不适，过程中耳机还一度没电，仍撑着伞敬业带来表演。首先说声对不起大家，我今天就在刚刚下午的时间得了急性的肠胃炎，然后可能我今天的状态不会太好，我今天还是会完成我的音乐作品。有声音吗？有声音，再来一遍。我太难了。这一生一世。